测试一款卡麦隆的心肝交叉碳布，2.8米长，175克。他说是 XS 件，但是有可能厂家跟厂家的做工不一样，这稍微偏细一点 H 件。看一下挑重，这两边可乐瓶子是直照你，你还直走啊？8斤，但是带着我听了，满水8斤。8斤的平挑，762 XH， 但是感觉它的细度应该是跟一般的 H 料差不多吧。交叉碳布，这款杆子还可以，2.8米，就这一款长度，可以了。